赵慧珍是首尔的一名普通上班族，她一天有90%的时间是在家、车里以及办公室内度过的。为了改善室内空气，最近赵女士购买了一款迷你空气净化器。赵慧珍是首尔的一名普通上班族，她一天有90%的时间是在家、车里以及办公室内度过的。为了改善室内空气，最近赵女士购买了一款迷你空气净化器。赵慧珍是首尔的一名普通上班族，她一天有90%的时间是在家、车里以及办公室内度过的。为了改善室内空气，最近赵女士购买了一款迷你空气净化器。赵慧珍是首尔的一名普通上班族，她一天有90%的时间是在家、车里以及办公室内度过的。为了改善室内空气，最近赵女士购买了一款迷你空气净化器。赵慧珍是首尔的一名普通上班族，她一天有90%的时间是在家、车里以及办公室内度过的。为了改善室内空气，最近赵女士购买了一款迷你空气净化器。